哎，对，我暗淡的灯光，谁迷我？我迷不了。就算你看清我模样，就算你可留在我身旁，可是谁又能打开心房？你不妨就叫我神秘女郎。有谁在乎你是什么女郎？完了，有些人就是来听我唱这最后一句的。有谁在乎你是谁家的？是不是一个长了鸡巴的女郎？是要身段没身段，要模样没模样，还不像人家可以溜可以吵，最后娶回去就满足那一段。嫖我可能只能嫖上妆和卸妆的这一会儿了。怎么都不行？洗了吧，画得真美，洗了吧。像史丽莲尿路一样，我也渴望有一颗一英寸宽三英寸长的眼泪从阴幕的一角流下来，恰巧滴落在你的心湖上，那才是你该漂的地方。你把我骗上床去，得到的只有失望。你会发现我下面的鸡巴比你还要大。要不要咱们一会儿去汉典儿啊？我真想一会儿就这样。
那个司机陪着我满城转上一圈，围着三环跑一圈。前两天我去那个哪儿，去汉底儿了，从东头走到了西头，没戏。我正准备从西头走回东头离去的时候，走到园子当间儿，哎，忽然看见一个小货色，我觉得哎还挺好的，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啊。然后那个一看那个表情吧，有点惊着了，一个对方有点惊着了。而且那个惊着了，还真不是说那个装的或者是什么，结果就在那儿耐着性子，就是做了很长的前戏，弹弹琴，然后才能 tell 从一个那个大道边上一直搂抱了起码得有半个多钟头。我觉得这个前戏过于漫长，你知道吗？对于我这种那个直接进入话题的人哈，太漫长了。哎呦，慢慢尬，又慢慢尬，然后将其带入什么无人界，就特奇怪。他说他刚知道这个事儿一年半，我没好意思问，我说那你一年半以前都干嘛来的呀？我觉得特别奇怪，你说这样人，哎呦，活快30了，才知道自己要玩什么。觉得特别刺激的一件事，因为很难碰上，就很多年没碰见过那么不好意思的，然后但是他又不反抗，重入友人境，然后说那个按平时的这个进程啊，平时的进程就应该一拍两散，古德白恩泽，古德奈特。结果那天我一想，哎呦，很难碰到的。我想，哎呀，留个电话吧，什么之类的。哦，我说那咱们那个一块儿吃饭吧。我说我请你吃饭。当然是很有那个很有技巧的，说要先说咱们一块儿吃饭吧，然后不隔到一秒钟、半秒钟说啊，我请你吃饭，这样让人觉得我并没有就是那个瞧不起你或者什么，咱们一起吃饭吧。但是他刚要想由谁来付钱，马上给他一定心丸，由我来付钱。那这样挺好的，又很尊重对方，好像那个一切都是不经意的，其实都是经过排练的。我先到了，然后到了就先到了就五分钟吧，刚刷完了尸体，然后正在那儿那个。正在那儿就东张西望呢，忽然看见一个就是小肉墩子，你知道吗？后来我觉得哎挺好的，他吧，他也不东张西望，完了刷吧刷吧吧，也不捏着，一般都那个在那捏着。哎呦，你在外头有光亮，蒸汽房里头是黑的嘛，在外头有光亮的地方，哎呦，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那个使使眼色，然后看上这个了，然后使个眼色，然后俩人一起进去，你知道吗？人家给谁不看，直接就推门就进那个蒸汽房了，立即尾随，你知道吗？说你眼睛看见的哈还不能足够让你觉得这个人可以还是不可以，就是得够近的距离以后没有异味。那小孩那个呼吸也很干净，就很少见。结果我们就他也觉得很好，原因是他说很少能碰上就是做爱那么就干这件事儿那么有趣的人，一般人都是就不好玩，你知道吗？就是一定是两个人在那玩呢，你知道吗？像做游戏一样，尤其是特别像你小的时候那个儿童做游戏，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就是很好玩，就是玩得很开心，就什么都忘了。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得不到那个像大马路那么容易就可以钓人的地方，钓鱼的地方，那我们就会发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结果发觉世外桃源。爱神的箭射向何方？他射向那少女的心儿上，那少女的心彷徨，情话偷偷地讲。爱神的箭射向何方？他射向那少男的心坎上，少男的心惆怅，情网要轻轻地闯，爱神要你是好心肠，两颗心。张嘴二十，穿一双吧。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情网是软绵绵的床，那情话是甜甜蜜蜜的糖，你谈情话，哦，睡情网，爱神的功德无量，爱神的功德。那天我去唱堂会，一出门就让人说真恐怖。我就站在那儿，回过身去，那个特别恶毒的目光盯着那一片人，没有一个人说话。夜色那样模糊，大地也笼上夜雾。只要你穿了，你坐了，你现在怎么做了？也就是说，你从出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在做，为这个在做准备。你到底什么时候发的病不重要，这个事儿不存在社会环境，在任何社会环境下得癌症都会死人的。你一般人认为 gay 就是一种性别了不地了，一种性别，其实。它层面太多了，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有人是认同自己是女人的，我只是觉得我自己有很强的女人心态。但是在生理上，我觉得我可不想让自己那个每个月花花不由自主的流着大血，太不划算了，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我虽然不会那么做，但是我理解，就是因为他们是跟我不同的，都是 gay， 但是，就像都是癌哈，一个是直肠癌，一个是乳腺癌，它不是一回事儿。我就是觉得我想这样，我就这样了，而是这样很容易欺骗别人，很容易满足自己。而且我也不觉得什么东西是男性化的、女性化的，在我眼里，我只是把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好看的东西配到自己身上去了，为什么不呢？如果说那个每个女人都那个喜欢那个闪闪发光的大钻石，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男的也戴呀？只不过戴手上呢，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钻石还是破玻璃，也花花闪，也够的个儿。我要不穿上一个20公分的大板凳的话，我怎么拍活住人呢？人说这是一矬子，然后动不动就有人说亲爱的，我太喜欢你这条裙子。我说谢谢，如果您没有2米的身高，就不用考虑这款式了。你想，我这么大的头，我要不用一个巨大的发套
把我这脸比小了的话怎么办啊？我有了那么大的一个发套的话，我不把自己垫高了怎么办呢？其实我也不是以丑为美，但是怎么说，我的那个化妆风格在那个主流的审美观里头，它也不是一个美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它过瘾了，它够邪恶，够让你觉得恶心，起码让我自己觉得够恶心。画一个朝下的八字眉，够丧气，真他妈丧。就是您想看吗？就这个。你说你想上我楼台，我问你多少钱买，花朵儿开满了花瓣，花瓣儿要自常在，谁要钱买爱无阻碍，没钱的人儿休要想财。做好这种准备，但是就像我偶尔会把头套，就是头套掉下来了，然后我会捡起头套来说，一个一个的拿出来，哦，里头有一条裤衩在哪儿，还有一个乳罩，不是常常都掉，但是一旦掉下来，你不能让它里头是个空的，太没意思了。就是时刻做好掉下来的准备，不掉下来就算了，掉下来更有趣。但后来真的发生了一次，我如愿了，大家爆了之后，我又诚心让它掉下来一两次之后，我就觉得不好玩了，因为那是刻意的。就是你可以刻意准备好，但是发生的时候一定是连你自己也不知道的，那才有趣。最后有口难开，我们用眉梢传爱，你若真心想求爱，就要乖乖的受我等待。哦，夜深松花归，敢不敢猜？他说他想上我楼台，我问你多少钱买？那天我上台，我清楚的看见那个台口，因为黑不隆咚的一东西，就跟这个巧乐兹似的，比这小点儿。我说什么东西啊？我心想别真绊着我哈，穿着大高跟鞋。我走进，然后小心的蹲下来，我难摸了半天。我说这什么东西，形状诡异。我拿起来，灯光还特昏暗，你知道吗？找一光影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一个禽类的脖子。楼上就有人喊，就有人是鸭脖子。钱买爱无阻碍，没钱的人儿休要想财，你有钱买爱无阻碍。
我完全不介意你们的混乱，你知道吗？你越是混乱的人，就是看得懂的人才觉得越乱边上啊，他觉得越凄美，你明白吗？就觉得太蔫儿了他，你知道吗？就那边那么乱，然后他在那继续的流着那一英寸宽三英寸长的眼泪，然后继续着他自己的世界，太好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即便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没有这样的观众，我自己会有这样的看法，我自己会觉得这么混乱的里头，我自己的灵魂会跳出来，然后看着我自己在那儿，这就是啊，这就是人间，这就是比浪达的人间。从一个起码也要装雅婷的地方，混聚到一个飘满着饭味儿的地方。哦，我非常感谢各位没有在我在台上演唱的时候，你们点了一个黑胶牛柳或者铁板什么东西从我面前刺啦刺啦的断过去，我谢谢你们。都是因为
压抑到了一定的限度，然后忍不住了，哭出来了，好了。后来我妹妹就说，我说你年轻就是因为你的哭点很低，很容易。哎，就其实我只是掌握了一个，我只是找到了一个小开关。我去唱。首先我自己是排毒。他说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你看着年轻，就是因为你在不停的流泪，你的那个哭点特别低，一碰一开关，嘣一下，哗，好了，很舒服了，关了，知道吧？排毒。然后排毒的过程当中也在散毒，排毒的同时也在散毒，然后那么多人看见了。刚刚从我面前走过的姑娘，我在她的眼里看到了非常非常的不幸。每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我都会对大家说，其实我只是替各位站在这儿，说出每一个人心里的阴暗。我就像是一面镜子，那些说我大牌的人，他们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试着想一想，这个人真讨厌，老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可以想象，把他手里拿一个遥控器，然后对，像关键事一样，把他也关了，把你关了，我让你回去。这挺恶毒，我让你回也回不去，我还把你关了，这挺可气的。即使不能是。我特别滋味儿，闲来不说话，却能消愁解闷儿。六七八，八能不能抽得开呢？他付了三份，还多了50块。如果以5毛钱唱一遍的话，那么。我将为他唱上200遍，他妈的，这个人用心实在太恶毒。我如果没有你，好像有人空出钱了是吗？哦，他把钱给了姑娘。这就是一个真逼跟一个假逼之间的区别。日子可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情都不能。我的事情能是什么呢？反正也没有人肯跟我做什么。如果我没有你，日子可怎么过？反正长一段，我就只能去闯祸。上个星期的时候，我跟我妹妹来的路上，妹妹对我说，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反正唱一段之后我就要去闯祸了。当然也有好的时候，每年
不出坏事就出好事。那天有一哥们儿，我还没上场呢，开始嚼肠子。他已经喝多了，就开始嚼肠子。那人还一看就是特别有学识，还，哎，法文说的还挺好。但是我就想，我怎么办呢？去你妈的，拍死他！其实我内心很慌，很慌乱。但是我一想，你那么长时间演出，就是为了演给这样的人看的。你征服那些本来就欢喜你的人哈，就那么回事了。只当他不存在。我记得那天我唱什么，唱岁月熊熊烧尽青春，生命火种狂舞，月下独自留恋。然后那哥们儿虽然他是喝多了，又被我给揪得还了阳，你知道吗？跑上台来把口袋全部掏出来，身上所有的钱也不叨逼了，也不说了，都给你，就是他什么也不说，把每个口袋都掏出来，所有钱都给你。哎呀，我只是想拍护住他，没想到拍大发了，你知道吗？那是我最满足的一次，就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妓女，是最成功的卖出去了的一次。你不是需要把人骗到床上去，我觉得这个，那可能是我遇见的，我觉得嫖我够格的人，也许他只能在喝醉了以后，他才能嫖得了我。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里头我永远卖不掉的理由。我知道你们都说我荒唐，也不想让我唱了。我不过唱了几声，狼呀狼呀狼呀，到底是狼还是狼，这不要紧。你何必对着我大声地嚷？东家的女人很是放浪，西家的女人也很是淫荡。我不过唱了几声狼呀狼呀狼。你身上没有好衣裳，肚子里天天还闹着饥荒，哪里还有希望？没有钱养我，偏还要吃醋，做人间之态。我这些你觉得很难受吗？什么难受？就是这样胡说八道，不难说，还是的。所以我说，这才是真正的嫖，这就叫操灵魂。我们心心相印，从没有说过话。你对我焚香祷告，你为我披荆插花，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坦白的说吧。我已经唱跑调了，是吗？没关系，960万平方公里够我跑的。说到跑调，为了今天晚上出来现。我堕落的翻看了中央三，在那里面的人们唱曲子的时候，他们的麦放在这里。哦，妹妹，你应该好好教教他。好不容易有一个真唱的，我只是跑到了河北，他们已经到了哈尔滨。
别等我向你转身，别等我开口不说话，因为我是女菩萨，是真正的女菩萨。永远不要相信一个妓女的话。就装作不再对我冷漠，就和昨天一样，紧紧拥着我，哪怕最后一次。你们就想让我这样一直站下去吗？不，不，我又要说那三个字，很响亮的，他妈的！前面换一个动词。是的。操他妈的！那是谁的手机在响？把它关了，否则。我会不高兴的，今夜的你也许会明了，缘难了，情难了，我记得总会找到一个报纸的边角，写下这样一行字，他说世上万物皆可怕，唯有金钱暂时忘不了。这个生命里头还有什么东西能更浓烈呢？怎么更浓烈一点？嗨，进来看好了，我很便宜。为何你还在拨动着心跳？因为可能是我从小看我爸就是很波折，然后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太不幸了，但是我没看见几个特别幸运的人。真的，我见到很幸运的人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因为没有波折，所以我又会觉得挺没意思的。我又看不上那个没波折过的，然后有受过波折的人呢，我又觉得命真贱。所以永远不会，永远没有合适的时候。谢谢了，我要休息了，顺便去一下女厕所。我父母讲了也是白讲，因为准确的说就是。基本上是跟你毫无关系的两个人，对吗？在你存在以前跟你毫无关系。反正我在我眼里他们是挺不幸的，我比他们幸运。可能这个幸运就来自于我从小就清楚的知道我想要的一切都他们都给不了我，除了我不想要的东西
还是我不能选择的？比如说这个生命他就给你了，就生塞给你了，就像天上不掉馅饼，掉下一坨屎就掉你脑袋上了，怎么着吧。天边一朵云，随风飘，你随风飘零，浪荡又逍遥，谁的情郎苦苦伶仃，苦苦伶仃，就好像所以我没有安全感，是从小我就，他们也不能带给我安全感。我在我眼里的他们一直都是被这个日子这口大锅给炒的那个水深火热的，自己都他妈的那个还自己还没办法呢，你说他怎么？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大部分的成分应该是自生自灭的，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这一点我还觉得我挺自然的。你从你生下来开始，你就在为有些事情在做准备，然后哎，慢慢的你就发现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然后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跟某女在一块儿，他们会觉得你还是不是病了，就这么简单。就好像有那种二逼似的，然后就说推门就，大家正家里人正在吃饭，然后你推门进去对大家说他妈的我是同性恋，肯定一桌子菜扣你脸上，不找死呢吗？你说一句话的目的是要让大家，是让那些听到这句话的人接受这句话，这是最终的目的，所以。不在于你说出来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出来，而是要让别人感受到，如果你可以不说他就能明白的话，岂不是更好？我就像是一个妓女似的来到一个待开业的餐厅里面化妆，套上套，最后戴上这顶老旧的帽子。那时候我的妹妹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说，你要小心，千万别摔在地上。其实我一直都在想我应该怎么样演。可是从他的话一出口，我忽然发觉，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我不跌倒，总会有人替我说。大部分人活着，只是为了看到你活得不如他，这样他们就快乐，他们就满足了。我觉得我妈一直都有那种自杀那种念头，可能这个日子对她来说那个摧残的比较厉害，就是太绝望了。最重要的一点，已婚的人就是依然无人买单，这是最绝望的。如果你未婚的话哈，哪怕是你心理上未婚，比如说你表面上你已经跟别人结婚了，然后那个，但是你心里一直不满足，你根本就看不上你身边的人，然后你根本就不当他是回事儿的话，那就无所谓。可能你觉得哦，你的一生就这样了，
结果还不行，所以你就会很绝望。嗯，所以现在我也不太那个计较他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太绝望了，他太痛苦了。我觉得他最好上月球，或者去一个那个电话费更贵一点的地方，这样他就不会在那个我那个不愿意接到他电话的时候那个接到他的电话。或者换言之，可以说我永远不想接到他的电话。他大概多长时间给你打一次？这也是他讨厌的一部分，就是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给你打一个电话，多有趣呀！我就是用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聊来告诉你我很没兴趣，请不要再打电话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给我打电话，就是每年春节以前头两三天他就会打电话说哎，那个三婶你回来吧。比如说第一年我会说啊，我那天有事儿。好，第二年我说啊，我必须得去干什么什么什么。第三年我气急败坏的时候我就会说，你还要让我把原来的瞎话再说一遍吗？就是因为说的那些理由哈，都是找理由，就是你明白吗？就是一听就是瞎话，就摆明了的就是瞎话。所以我就说，你还要让我把原来的瞎话再说一遍吗？你们那么想听他呀？我不想见，我谁也不想见。然后隔年还会到那天给你打一个电话，三婶儿，我说我不想再说那些瞎话了，我不去。其实我年三十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头待得都发慌，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去，那我也不想见他们，有因有果，我们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只配得到这些。您现在觉得不舒服了是吗？早干嘛来的？我不怨，我最怨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眼前也没什么意思，总是在幻想里头跟回忆里头啊。回忆可以那个自己编造些东西，那不叫回忆吗？可以那个把那个人为的把那个黑白的那个回忆哈加上点色儿，然后那个颜色是用文字组成的，所以你现在才能感受得到。比如说什么那个天特别蓝呐、啊，云彩特别低呀、啊，好像那个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似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去那个去密云，所以现在我特别想去密云那个地方找一个房子住，有一个河床，但是我不知道那条河是什么河，就是从那个密云城里头穿过去的一条河，特别宽，然后是一个河床。当时水几乎干了，还有一点儿在那个河的中间有一点儿，然后很清，很浅那个水，有好多大的石头，那个在石头缝里有好多小鱼秧子什么之类的，然后窜来窜去。然后我记得我玩了一下午吧，在那儿，然后第二天回来就全部脱皮了，被晒的。那是我觉得，真是经常愿意回忆的。一个下午，就是无忧无虑，没有忧虑，然后没有恐惧。你在有人的地方，你就会你就会没有安全感。但是我爸对我还挺好的，他有一句名言，大家都说那句叫养儿防老。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你想得到的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时候哈，你只能得到失望。所以我就觉得他，如果我从来没从他嘴里听到过这句话的话哈，我会觉得他对我来说的意义就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听到过这句话，所以有的时候跟别人相处之间啊，事实是这么回事儿，也不能说。说出来就会觉得变味儿了。看他花儿开心花儿落呀，我现在就是那个在供养我爸，然后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那个供养你是得不到的，但是我爸从前对我确实是特别特别好，我相信是说着玩，是在说别人的话，但是他能说出来，我也觉得我能带给他的东西完全是打了折扣的，就是绝对不会是他曾经带给我的那个我觉得美好的，我觉得我给他的东西如果没有那句话是同样的东西，我会觉得我给他的是最好的东西。真好。有几件事情吧，比如说我从我们家去我们学校小学上小学的时候，中间会路过一个部队大院，那个大院里头呢有一个特别高的烟筒，锅炉房有一个特别高的烟筒，当时我小时候老是喜欢那个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一边走一边唱，然后看着那个，我有一次我就觉得好像我的声音在那个烟筒的上头，那个时候的嗓子是特别有富裕的，什么怎么样都可以，然后那也是我可以玩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自己玩我自己的身体，对吧？然后玩了这儿，然后又满足了这儿，就自己玩自己吧。然后我当时我就会觉得，哎，这个游戏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真的挺有趣的，还不用麻烦别人，不用从别人那儿得到什么。结果没想到后来这个条件跟机会都失去了，倒仓啊，不是，甚至于都不是倒仓，倒仓了以后会有一个喉结出来，我没有，就是我没有一个那个真正倒仓的那个过程，我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可能真的是命里头那个上天觉得如果要一直让你带着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太满足了，你就太幸福了，就是你就更什么都不想要了，就更什么都不做了。但是你到这儿来是干嘛的呢？是受罪的。我等到今天不能这样，所以这个东西要拿走，要让你去发现其他有趣的东西，然后当你发现了那个有趣的时候，再拿走，再拿走，再拿走，最后你就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淡淡的来去，浓浓的别离。我从小对未来的想象跟现在对未来的想象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不劳而获，就是可以得到尽可能的得到容易的生活，容易的生活就是容易的生活，没法再具体了。你得到过吗？就是，没有。我觉得我得到的一切都是太不容易了，包括我的快乐。飘荡在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东西，但是长大了你觉得无趣的话，你可以去死啊。我没有。今生有渐渐，但是小时候的那种感情哈，我觉得虽然它比较自然、比较真实、比较原始。
但是我觉得它是最不值钱的，有人说它是最珍贵的，我是最看不上那样的东西的。谁还能飞得上天？因为它太原始了，就是它太不复杂了，一定得是自然的，然后到特别特别特别人工的，然后再回到那个自然的状态。我现在想起那时候我就恶心，我就恨不能把那个所有有可能知道那一段的人通通送进毒气室，减小阀门。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觉得生命就是这么恶心，因为每一个人都从那儿过来的，就是一点一滴的那种各种各样细微的感受，其实都是你把它翻出来，有80%是你觉得恶心的不能见人的。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就是天不掉馅饼掉一个大屎坨子。冷雨凄风不可停啊，乍分离处最伤情，串松怎担冲天病，妖兽何堪再锦荣，怕别无端乘两地寻风，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坠春囊袋，惹出来宝玉探亲闻，痴心地想公啊，他们二人一双感情。自从那是冬天下过一场大雪，一人没有浪啊，骚包，你知道吗？到那儿去浪去了，碰上一老爷们儿，特别爷们儿的，哎呦，我大肆吞吐完了不解气啊，夸叽就给拧过去了，一根大鸡巴就怼进去了，听说，因为那个人很，就是特别性感，你知道吗？他并不是说这人长什么样，他那个东西长什么样，而是整个那个气场特别色情，你知道，就觉得，哎，怎么弄啊？这是处豁了处烂了，你也觉得很爽很刺激。我想那么他是一个异性恋患者或者是双性恋患者，我不知道。而且他身上整个传递出来的气息哈，完全是把你当一个逼操，就是他在跟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真的是那种感觉，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了，就剩一屁眼挂在鸡巴上，对，这个操没了，就是痛感大于快感，一开始你知道吧，一开始疼，然后到后头就捅着两天心肝了，高潮高潮高潮。我想就那一次一定就是那个人，而且那个人在之前在之后都没见过。忽然有一天就是我得了痔疮，我以为我是得了痔疮，其实呢特别有意思这件事儿。哎呦，我疼的又怎么都不行，就做了火盆子，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颅底烧穿，或者叫你就觉得那个就是坐着躺着趴着怎么都不行。大概好多年以前吧，我抄了一份心经，因为我当时那个状态特别不好，然后我有一个我在那个北服那边那个代课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学生，然后看我的状态呢，就给了我一本心经，说那个因为当时他没有第二份，也不长，我就把它抄了一遍，抄完了以后呢，抄的时候也没怎么着，抄完了以后我把那个还给他，然后我说我抄完了，然后他说你真的是那个你是有就是有佛缘的呀，有什么的哈。啊，后来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很容易得到，他说很少会有人有机会把它抄一遍或者把它写一遍了，说你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你现在可以把它抄一遍哈，
也是好事儿，但是我一直也没念。我不是怀疑我自己得了痔疮吗？结果他说你知道吗，你念一念金卡也会帮助你，会那个你可以感受一下，也许能让你觉得有减轻疼痛的感觉。我说不是放屁吗？但是呢，当你无计可施的时候啊，那就试试吧。然后念了几个月以后，真的不疼了，真的不疼了。听着，我是不疼了。原因是什么？我去了二龙路医院，然后那个谁，那医生是一女的，接着翘起来，起来点。然后那个就是，然后就拿着各款的扩音器，你知道，咔一撑，你知道吧？就跟冬天那个火通条似的，你知道吗？就给你撬开了，然后都烂了，手术吧。你听着啊，然后那个，先试表，发烧，低烧，说那个，有炎症，做不了，回家消炎。结果就回家了。你说这些人多么的不负责任啊！我一会儿告诉你是什么毛病，消炎怎么办呢？我是怕打针，我不怕吃药，你给我多毒的药我都不怕。我就去买了一种，就那时候那个药还不那个什么呢，就是没有限制呢，随便买的时候不用处方。我买了口服青霉素，因为我小时候打过青霉素，我知道我自己青霉素不过敏，然后呢，我就口服了青霉素之后就消了，就没事儿了，就好了。但是几个月以后，那个是到夏天我开始有水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我跟我一个女同事，她说你身上怎么那么多红点儿啊？就是我身上长了好多红点儿。就忽然意识到，手心咔背起脚来一看，脚心也是没毒。梅毒是你哪儿接触的，从哪儿发。我前头没有，完全一点没有，但是我又不做零。我仔细回想，我想起来，这是我事后回想啊。我因为我跟任何人都不做肛交，就那一次，一定就是那个人，而且那个人在之前在之后我都没见过。结果我就去了医院，一查，抽血一查，二期梅毒，然后就打长效青霉素。哎呦，打长效青霉素刺激哟，你知道吗？就是溶酶，是两只溶酶，溶一只长效青霉素哈，溶完了以后咔抽出来，再给你多到身体上的时候，已经推不动了，凝固了，你知道吗？就是。太稠了，结果就换大一号的针头，就绝对是兽医的那个，然后再拿两只那个溶酶，再溶，你知道吗？就一共是四只溶酶，溶一只青霉素，长效青霉素，然后我忘了，哎呦，那单位大的又比那个欧元之前那意大利那里拉那个面值要大得多，你知道吗？就跟日元什么差不多，我估计。记不住后头，哎呦，那零的多是啊，然后砰怼进去，然后砰这头再怼进去，怼完了以后啊，趴床上起不来，就而且给我打那溶酶还是那个带麻醉的，就是只在头颅多进去那推那一下你有疼痛感，然后之后你就有胀的感觉，就没有疼痛感了，但是打完了以后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哎，在那趴着，哎呀，我再也不敢了。他不过点点头而已。我去看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老专家，然后还带着几个他的学生，你知道吗？给一个老太太看，80多，七八十的一个老太太，七八十了。就说身上也不是有什么，头发也不是哪儿有什么问题哈，就是老也治不好。结果了，那一代推他那个，好像是头发，严重的没毒，其他人都没看出来，就是带了一辈子，老太太自己一辈子也不知道，
宝玉说：“你可知晴雯她在何处住啊？”那婆子说：“你就从此处往南行，迟公子并不回安阳场，就走见个小院儿，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笼，宝玉前身把屋进，迎面儿香炉紧靠着后窗棂，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茶瓯摆置在那碗架儿中，内间儿油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铜镜儿梳头匣儿还有酒胆瓶，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歇玉体，大概着他那半新不旧的背红绫，面庞儿桃花初放红似火，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簪发乱蓬，小枕儿轻轻斜倚在门腰儿后啊，绣鞋儿一双紧靠着炕沿儿扔，柔气儿隐隐夜声把脖项儿堵，他那病身儿这不辗转轻翻说骨节儿疼，梦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你把那壶内的茶儿你递给我半盅啊，我这心里头似火红啊。刘芷说，既然安静，我们就唱些慢歌好了。我记得大概在15年以前，或者20年以前，我还会幻想自己也会成为一名红姑，于是我就勇敢地投入了南下。那个时候的广州是我可以触及的从北京最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我认识了当时的红姑娘，她的名字叫做苏州婆。尽管当年他为什么叫做苏州婆，那是因为他接过的客太多了，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叫做红姑呢？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叫做国泰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那音乐实在是太可怕了，我被一个叫做长明的人带回了房间，之后苏州告诉我，头天晚上那个姓查的人本来想带走的是他，也许他是看我太可怜了，所以他没有去。原本以为自己还是有魅力的，再一次碰了壁。为了让自己活下去，我就开始偷东西，偷那些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人的东西。
记得那天，当我被人抓奸在床，一切无法逃避的时候，苏州就在我的不远处。好在当时的人都很善良，他们并没有难为我，只是留下了我的身份证。我记得那个晚上，我身无分文，没地方可去。我就坐在苏州住的那个旅馆，一个很小很小的旅馆门前。春节前后的广州，那是最冷的季节。啊，偷人偷不到，偷东西也偷不到，这就叫做绝望。有一个叫戴维查的，我认识他以后，我记得就是一夜之后，我特别喜欢那个人，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人不喜欢我。我知道他不够喜欢我，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完全不喜欢我。他只是在那天晚上实在找不到人玩的情况下，随便给带一个走。我又是一个北方的，起码跟那个南方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把我带走了。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定找不到那时候写的那个东西了，特别长，类似于一个快到一个中篇了吧，那么长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说我年轻呢？可能就是因为那个人认识他以后，然后就消失了。这个人之后，那时候我可能十七八岁，之后最少有五年吧，五六年的时间，自己是完全停滞的，就时间在过，你的心智就停留在那时候不动了。你眼里完全看不见别的人，看不见别的事。就带我去吧，月光，随便哪个地方，只要哪里没人看出，在我心中的忧伤。然后那个，当时我特别希望他能够送给我一把电烙铁。什么？电烙铁？电熨斗。哦。尽管我领着他在那个广州有一家店的电烙铁前头来回来去的转悠，然后他就是不肯出钱给我买，好像是价值30多块钱。草草把我买。这个是。所以我觉得那个特别美好，是因为特别复杂，就是你又是一个妓女心态的人，你又是一个妓女的角色，然后你又真的特别喜欢那个人，但是前提是你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人呢？如果有第二个、第三个嫖客，你可以选择的话，就是因为你没得选择，所以很心酸，你看起来才美好，最后。他可能啊，那我记得第二天又叫了一大帮 gay， 然后就是小鸡小鸭子，然后那个头天晚上去接别的客的小鸡小鸭子，然后来大吃一顿，可能花了那个300-500块钱，但是他也不肯给你花30-50块钱去买一个电熨斗。有一天，我的灵魂会变成上帝藏，我们的爱会变成草上飞舞的花。你知道吗？生活就是这样，就是一定是你特别纯情的时候，你然后你爱这人爱得要死，你
复杂的是因为你没得选择，你只有这是你的唯一。如果你有七八个选择，可能你早就把它甩了。然后你爱这人爱的要死要活的，然后你心里更想要那个电熨斗。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妓女会告诉他，会告诉你这些丑陋的那个鬼心眼子，你知道吗？就在一个妓女那个成功的把自己就是卖得很成功的时候，他永远会告诉你最高价是多少，我的出台价是多少，他不会告诉你他第一次是让人白玩的，并且那个撑破了逼，裂了胯什么之类的。而且你只是为了去吃四两面条。这世上的幸福大多差不了多少，而不幸却是各有各的不同。所以我从来没有指望过谁。我是这么想的，以他的那个年纪的心智哈，他一定是不愿意破坏那个就是这个故事。你记不记得当年那个马大长说那个对大眼子说，哎，给买件毛衣吧，才六张。然后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就换到我身上的台词就是。那个语气就不一样了啊，因为那时候很纯情嘛，一定是电影都多漂亮啊，才30块。我换成马大长的口吻，给买个烙铁吧，才3张。我去送了戴维茶以后，在广州火车站，然后碰见了小周。哦，因为一看就是送客去了，你知道吗？头天晚上接的客，然后第二天送走以后呢，我们在那个出站的时候，哎，碰见了。啊，他说那个你先跟那个戴维走了，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说那个，哎，给你多少钱？然后我说，就是。你这很复杂，就是又想说一个漂亮的价儿，然后又事实上又什么都没得到，又怕穿帮，就特别复杂，只好装成那个纯情逼，你知道吗？就是没有，我特喜欢那个人，根本就不要钱什么之类，其实自己特别想要钱。小周跟我说昨天苏怡可够火的，说苏怡好几个人看上他，然后那个要带他走。然后其中包括那个戴维茶，然后就是因为苏怡跟别人走了，才把戴维茶就是愣塞给我了。因为那时候已经耗得特别晚了，当地的逼已经都散了。我估计当地逼不散的话，我估计还没有我的戏呢。这就是我那个漫音生涯里最辉煌的一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现在苏怡就特别没落了。
就是你曾经，你曾经，就是这个是人生两公斤的大粪，看你早吃晚吃，就这么回事儿。我可能在那时候吃的比较多吧，然后就特别尝到了那个，这个对对对对，这个日子的滋味儿，然后就特别怕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被鸡巴操，但是你害怕被穷操，你宁可被鸡巴操，就这么回事儿。是什么驴操狗操都无所谓，但是怎么样呢？你看我现在，我总结我现在就是被穷操的过狠了，就是终身残疾，你知道吗？落的心里头了，都，这个大阴影永远过不去。被那个字儿，你知道这怎么说吗？被那字儿狠狠的给嗯了一下。酒中泪，枕上蝶，炉中铁，诉不尽一生情。岁月熊熊烧尽青春。生命火中空无月下独自留恋魂梦无语问天好在我觉得相比之下我宁可选择现在的生活我也不愿意选择那个苏姑的生活，现在特别没落。我觉得昨天娜娜跟我说苏姑去找她了，说她觉得特别不舒服。我说你们怎么了？吵架了或者什么？她说没有。她说苏姑整个身体、整个人的出现状态就是绝望，就是绝望。她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特别知道那个当中的那个感受，所以有的时候我当时心里还想呢，我想是不是能给他点什么帮助，但是人是救急救不了穷的，你救不得他的一世的命运。可是今天鬼节到了。不是鬼的人间妖孽，他们就不再敢站出来示人了。也许下一个鬼节，你连我也见。真遗憾，你们都没有过卖淫经历吗？所以你们的生活会比我更困难。这首歌很好听，叫做《活物》。大概在20年前，我听到它。一般都是，挣个100多块钱吧，然后就去买一张火车票，然后大概去消失个半个月一个月那样的，然后你跟他们那个，一天差不多吃2顿饭吧，一顿是午饭是去住一个小旅馆，你知道吗？住一个小旅馆，然后可能一天。一天几块钱的那样的，吃了中午饭，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广州的那个珠江，一直走到那个
海珠广场啊，哎，海珠广场，然后往那边走，人民路、北京路那边有一个汉点，很少有人去，一般都是老头去啊。然后再往这边走，快到这边越秀公园了，就是这条路就快到那块儿，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厕，对面是一个小码头，我们就在那个公厕里头来回来去的游荡。熊熊烧尽青春，生命火种狂舞，月下独自钱包已经可能所剩无几，但是如果你去跳舞可能又要付出15块的结果可能是一无所获，如果你不去跳舞就连希望都没有。然后就跟着一大帮人嘻嘻哈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那个心怀鬼胎，你知道吗？也可能他们真的很快活，但是我不，我只是在现在回忆起来这些事情，又觉得心酸又觉得那时候毕竟比现在要简单，真的就是一心要卖淫。这宝玉忙去了茶中，不怠慢说：“吃茶吧，妹妹呀，我是愚兄。”这晴雯一听声音是宝玉，喝得他半晌发呆，哼了一声说：“二爷呀，你从何处来？还不快去！倘若是啊，太太闻之可了不成？”宝玉说：“我为卿一死何足惜？哎呀，我贪生泉下何年再相逢？自从你前朝离了那怡红院，两日来我是茶饭不思，病已成。我本当早些前来罢清探望，被袭人紧紧地相拦那不放心。这晴雯那手拉着宝玉他的背，声咽咽啊，低头儿他一语全无啊，泪飘零。欠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我与你情意相投啊，姊妹兄，直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随了心愿。哎呀，他妈了逼的啊！
翻译法忘了词儿了。这鳄鱼泪流的，可能在南方更容易找到一个能给自己容易的生活的人。在北京，我忘了我是怎么哦，我有几个，我有一个那个客人哈，偶尔的呢会，他一高兴他就给我外汇券。你知道吗？他做完衣服，他就会给我，比如说50块钱外汇券啊什么的，100块钱我就把它攒起来。那时候100块钱外汇券呢，可以换180、150、160、180最高的时候。然后，我去换钱，我去换那个外汇券，结果被人抢了。就是他数钱的过程当中就拿着钱就跑了，而且那是在东华门。那帮人呢都是半黑道，其实当时的北京没有什么黑道，你知道吗？就是一帮土流氓。但是你想想，他一看你那个样子哈，就是母叉叉的，你知道吗？谅你也无计可施，你知道。然后恨不能抢了以后10分钟以后你就看见他，你也没有任何办法，你知道吗？他还会哎走避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你知道吗？所以被抢了以后，我是不但没办法得回，争取回来，甚至于自个儿就很长时间都绕着那条街走，因为自己在那条街被抢过，就很怕再出别的事儿。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小子特别容易得到好处从他身上，所以就不敢从东华门走。只是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那天晚上我了心愿特别失落，不成望。这是多少钱呢？反正我就觉得是巨款。那个老婆就到了好的伤心东宫，要不我嘿，细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好像还早知道法律有关系的一个还是一个教授什么之类的，人胖乎乎的，眼睛不响的，然后那个基本也很大，很肉乎，一切都是我的标准。哦，有一点，只是当年我还能容忍。就是恶臭的一张嘴，你知道吗？早就和你呀、啊！就是、我现在啊，那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把它简称为臭嘴，然后就碰上臭嘴了。臭嘴，然后就看我说你怎么了？因为我们俩每次都那个疯狂做爱，然后找一个从天安门走进去，天安门后头有一个端门，跟天安门之间有公厕，那公厕是没有人去的，晚上。都是那个护卫队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小兵什么的去上个厕所，就在那里头疯大搞性活动。然后他挺关心我，他说你怎么了？然后我说我钱被人骗了。那时候你有一种说法叫切汇，听说过吗？就被切了。有的时候切汇就指的是外汇券，就是切汇。比如说他应该给你180，可能他数的是180递给你，你再数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你知道，可能是90。你明明看着他数的是180，就是这意思啊。我说我被切了，然后我说就是特别绝望。然后他说那。你知道吗？那个人骑自行车，说我也没什么钱，他说我身上也没什么钱，他说回家给你取点吧。他骑自行车，我就因为我没事嘛，夏天的时候就在那个那个红墙底下，那个长椅上坐着，就等着，然后看着来往的那个上别的课呗。呼声妹妹，挂人，轻轻你不必。结果多伤情，我也没多想什么。你等我，结果他今晚就到一小时半个小时回来了，从兜里拿出一张5块钱，说这给你吧。把你这。你知道吗？当时根本就太不可能了，说谁会给谁5块钱？明朝重进的怡红院，若不能使，我是情愿一死。后来很少见，就这些年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得艾滋病死了，因为嘴太臭，你知道吗？
种，人很好，二爷好歹你休要生事了。哦，就在那天晚上，他说把这快出了，出了以后偌大的干系莫要看清，老太太当然若问起了烟和故那个相待儿，定然惹下了火物。你跟一个40多岁即便是你强把如家我除了做爱之外啊，不像现在就是直接干完了以后提供的四散。那个时候也许是先干，也许是后干，不知道，但是一定是有弹琴的这个过程。这晴雯，然后会沿着那个这会儿外边和南池子那条街啊走一走啊。然后夏天那个11、12点的时候，不是那个我这房儿内叫什么？又无有个教室，那些小商店叫合的社，宝玉合作社，但是北京话叫合的社。然后那个都关了门，然后里头卖醋的、卖酱油、卖糕点、卖就是各种东西杂货。关了门以后呢，有一个老头是看门的。还卖菜，然后他就搬一箱汽水在外头，在街边坐着，就在这个店前头坐着，就是能卖就卖完了以后，那个就替白天的人卖。其实他的工作是看店，晚上对。然后我记得，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我臆想出来的哈，就是觉得特别美好，就是啊，走到那儿，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人给我买了一瓶1.5毛的北冰洋的汽水。我自驾走出来，天就为证。可是、然后我说，你现在可以喝到任何你想喝的各种各样的液体，但是没有一种东西可以跟那时候的那个那瓶北冰洋比，就是都没有那个好，那是最好喝的东西，没有。现在你还可以找到那个北冰洋，但是找到那个小商店，也许那小商店不在。就你找到那个原因，你觉得也不是当年的那个味道。所以那说那个随心如意是般般，1.5毛的北冰洋跟5块钱什么东西就现成。你摸摸我，很烟儿，特别浪漫，就是那北冰洋相当于现在的红酒、烛台。然后燕曲、青纱，然后月光、温床。这宝玉忙向怀中怎么一伸手，说玫瑰露我替你拿来一小瓶，你等着我寻一些冷水冲浴你眼。这晴雯聪慧的芳心难感情，难为你宗宗样样思虑跌倒耐可怜啊，除却你怜心啊，还有哪个把我疼。二爷呀，从今把奴家我就丢开手了吧，就打算我此生早已就负了幽冥。你若是啊，果然不舍我晴雯女望天涯，频频偿还我两三生。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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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必须干的事儿，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爬起来先念经，晚上如果我不念经的话是一定不会睡觉。就觉得好像那个早上起来那泡尿没撒完，好好拉一样。对，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好像今天你没吃饭似的，你觉得有一件事儿没干。第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念是念
完全那字儿都不认识，那特别怪异的字儿，特别生僻的字，而且念法就是读音呀、啊、什么之类的，都跟那个平常都不一样的。念完以后觉得那个歌声柔，起码在念的那个时候吧，就是心里头你就渐渐的没有其他的那么多杂念，或者说你心而为文。后来慢慢从第一次念到可能一个星期以后就能背得特别熟练，然后你从你不再想下一句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那个沉浸在那个词里面，就是一个字面里面，就是因为那个字面很难理解，有经文的部分，有咒的部分，咒的部分你彻底不用理解了，就那是一个，那是另外一种东西，你不用去理解它了都。此地飞，结果那边瘦。你可以，当你念第一遍，跟念一百遍，跟念一千遍、一万遍的时候，你第一天念，跟你五年、十年以后念，你的感受会是完全不一样。长相守，松肩头，几许情意都如锦绣。你自己经历了好多事情以后，你自己的看法会变了。最早的时候我读的时候会心越来越静，越来越静，越来越静，安静下来，然后到多年以后，我现在是什么感受呢？就是只要我开始念经，一开始你可以让心慢慢静下来，现在就只要一开始念，所有的纷繁的事儿，你知道吗，杂念全都出来了，就是不用愁，哎呦，谁谁谁的衣服要去了，谁谁谁那个明天就要来，让试那件衣服，他会不会顺利的付钱？我就怎么样说？后天，哎呀，房贷又要交了，然后哪儿，我什么时候能退钱？就是都是很琐碎的，而且都是特别现实的，几乎没有你能抽离说看得特宏大、特远、特飘渺的那种事儿，你知道吗？觉得看得特远。没有，都是特别具体的。但是我现在就慢慢的，我现在读的感受就不再是追求内心的平静了，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接受这样，现实就是这样的，你就慢慢学着接受它就完了。相当于什么？可以有念读三遍心经的时间，把今天跟明天要办的事儿，所有的事情都沉淀一下。长相守，就是这么简单，就把所有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盘算一遍，然后你还会觉得你自个儿变成了很强大，你身体的后头还有人在给你撑腰，而且我脑子里几乎全部都是情色、金钱，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在念经的时候出现，这就是我的全部。抱着我，告诉我，你要说为我心长留。你说那个念经的事儿哈，我就说，如果说，操你妈，操你妈，操你妈，让我能够有同样的这个作用，这个状态的话，我就说操你妈。对我来说，这个它只是一个方式，它什么也不是。你看广济寺，我每次烧香都去广济寺，为什么？因为它不卖票，因为它来的便宜。啊，凭什么呀？就是你说这是你们家祖宗给你留下，他就不是我祖宗吗？太荒诞了。然后那个你怎么不说因为他很老了，很旧了，然后那个他需要修缮，他他妈不老不旧，有人来吗？你新盖一个你看看有人来吗？然后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哈，就会那个假模三刀的过来，说这我刚打扫完就会弄脏了，然后说不能点火，气急败坏，一点都不平和，你知道吗？就是没关系，弄脏了，您到这儿来是做义工的是吗？您就平平静静的啊，这东西掉了我就把它捡起来，该放哪儿放哪儿，该弄哪儿弄哪儿。就是心里他们才真是杂念太多，根本就是，所以我人说你信佛你信这，我说我什么也不信，我就是什么也不信。然后他们说你这样特别不恭敬，我说那个庙里供的那就是一滩泥，我自己就是我的上帝，
我就是最大的牌。那你家财神呢？哟，财神可是真的是财神呐、啊！这是生活的重点。接财神，接财神，接财神，救苦救难救命火财神，平地里长出了聚宝盆，大好阳乾坤圆响车轮。然后你看生活的重点是第一件事是钱，然后因为钱产生的就是屁股工作卖，对吗？交换，钱，工作，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色情。色情之后，日子，你该会的日子都会交给你的，你听别人讲没用。然后那些大师也跟二逼似的，这句话什么意思，那句话什么意思，人要怎么样，人要怎么样，就像一百个人站在跑道上，一二三四五跑道啊，然后哗跑到头了张艺谋，全国人民都能看见他，他八十五跑道，哎，跑得快到头，看见那个，哦，我是八十五，你们不用跑了，生命的结果就是八十五，那么对其他九十九个人都放弃。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卖淫，我是彻底没戏的。为什么那么渴望？就是因为彻底没戏，就如同所有的理想，就是理想从来都是无限的，就是该怎么诱惑你，在那儿招你，然后把你招糊涂了。让娘为此受尽折磨，最后发现是一团烂渣。弟兄为了我守在那大门外，大风大雨怎么能挨，夜不能睁，头也不能抬，这样的心外面的民工都没有了，放下长枪松松武装带，哎哎哎，弟兄们为了我大家都别见外，大没有好酒也没有好
吹，枝儿也要被盖。我们玩到了明天，也没有人回来。从小就这样的，是我发现我自己再也卖不掉了，然后气急败坏去变本加厉这样的啊，原来还多少绷着点儿啊，就是原来还多少那个装着点功，你知道吗？然后发现他妈的，人手一颗慈母心，装他妈什么呀？还你看刚才我抽风跟疯逼似的那个状态，其实那个状态不太是我。我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卖不掉的原因，就找不到合适的原因。其实我本来是一个特别乏味、沉闷的。没意思，无趣，这个我就是太家常了。嗯，喜欢那种什么洗衣服做饭，然后那个上班干活，下班洗衣服做饭，然后上床擦屁擦屁眼什么之类的。我走遍人间，历尽苦难，要寻。我估计大部分异性恋患者巴不得那个像游泳池一样可以那个男女混洗的那种状态还一丝不挂，但是那 gay 们大受排挤之余，总要得到点那个总要得到点实惠吧，就是大家都可以扒光了衣服在一个地方混着去，然后正气房里都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但是你可以触摸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体，你要靠你的食指的指头尖儿，然后去断定这个人的年龄、职业、好恶去猜测，你觉得够刺激吗？我和你第一次相逢，你和我第一次见面，相见。人家问我是一是零，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没法回答。我说你非一非零，非男非女，你们怎么办呢？他说，然后就更简单一点，说那能怎么玩啊？我就这么玩吧，就这么玩，舒服吗？我基本上对这些人都不在乎。只要你是块肉，拿来先玩，玩完了以后你可以继续冷冻或者风干，随便你，反正肉有的是，也可能我在别人的名单里早就被风干了，就是，所以我说那个我们的生活就像那个被编上号码的银具。一个号码，你一个电话号码，然后甚至于不知道你叫什么，反正知道是你是一个邻居，然后打过去，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对方也不知道你是谁，因为太多了，这号码在哪儿认识的，怎么回事，当时怎么干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打一试试吧，反正我的号码里就是货，货物的货，这是个货色啊。OK， 打过去，哎。你谁来的？那个，你干嘛呢？什么？倒闭一下。啊，最后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磨？消掉，风干。相见不恨晚，哦，对不起，我忘了问一问，你
是不是住在玫瑰园的？如果是的话，我们就都相见不恨。所以那天我跟你说，那个最新的台词就是那个原来的台词是说，爱情是这，爱情是那啊，就酸文假醋的。然后现在的才是现在的词儿是说，爱情就是臭狗屎，爱情就是臭狗屎。然后那个很多人都有兴趣踩上了，踩上以后还霸吃，使劲的霸吃，然后擦擦不掉。有一天你够了，你想擦的时候，你发现臭死了，又馊又臭，甩都甩不掉。我让你们有爱情，我让你们爱。不是想要爱吗？打倒反动破鞋，自由属于妓女。天啊呀，海角迷啊迷着一要分散。